下次再接。先想一下，牙签要吗？不不不，欢迎小蝶。我非常乐意的接受这个工作，非常乐意的入围者的身份去。知道了，开始失眠呐、啊。觉得哇，压力有这么大。我们在 re 稿的时候，我都没有看到他脸上的痛。今天突然间，哇，丢哪里？不是要唱歌而已。哟，哟，嘻哈的 tempo 是有点歌而已。背了多久？一个晚上。那个是雅兰姐自己写的，对，厉害，哇，超厉害。哎，台语，台语比较难不倒我了，那国语就来靠你。我觉得应该最大的惊喜就是雅兰姐的 rap 这一段吧，因为我自己在后台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。很惊喜耶，手脚都不知道摆哪里。真的吗？因为从来没有跳过这种。我本来跟阿夸妹学。OK OK。后来还是做自己啦。对，做自己最自然。今天的美女舞女最给我们来到前苏小小多霍苗秀。准时间控制的还可以。准时，太好了。时间最棒，提早第一届，第一次。我觉得演员的也很棒哦。我也还可以啊，因为我不像以前主持人啊，就从头到尾，那就是这个单位让我们点状式的，那我们只要把那几个点把握好，尤其是用我们两个很擅长的演戏的方式，对对对，对，就不会那么正式化，那我们就自己觉得很轻松。你的命中带金嘛，哦，啊，这个可以当作入围啊，嘿，啊，这个命中带。来，你看，带赛，不是啦，心态上面确实是轻松的啦，真的很有同乐会的感觉，对我们来说，所以就是下去用演戏的方式去跟大家串场逗乐一下，好像压力没有这么大，大家给我们的反应好像也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，就觉得玩得很开心。啊，终于可以吃饭了。压力比较大的是出场穿那个衣服。哦，对呀，因为太长了。后来还好，这个单位很贴心的，本来让我们从后面走到前面。我在练习走的时候就已经踩到两次了。我想说，总不能创造收视率高点在那个地方吧？太早太早，扑街那就踩。后来很体谅我们，就让我们转出来。我自己不知道，我自己感觉得到压力，因为我知道开始失眠呐、啊、什么的，我觉得哇，压力有这么大。我们在 re 稿的时候，我都没有看到他脸上的痘痘，今天突然间，哇，你哪呢？一瞬间的事，哇，很精彩。现在有一种松懈的感觉，下次再接就好。我先想一下，牙签要吗？不不不，他只问你哦。哎，刚刚努力哦，莫怕了，我知道。这样子啊，一曲吗？喂喂喂，欢迎小蝶。我非常喜乐意的接受这个工作，非常乐意的入围者的身份。